开发商会利用半复式或者全复式的设计去加大赠送面积。相信熟悉国内房地产的朋友都知道，一般复式的单位，他们的内部可使用空间是可以接近百分百甚至超过百分百的。例如这一张图啡色的部分就是全赠送面积。经过实际的量度之后，套内可使用面积是高达120%。曾经试过咧，就系想将厨房就改成为开放式厨房。咁睇到开发商附响嗰个买卖合约里边嘅图纸咧，嗰度显示嗰幅墙咧其实系可以拆，唔系结构墙嚟嘅。咁我哋亦都将施工图俾管理公司批核咗嘅。咁点知拆嘅时候咧，就发现有一尺咁上下阔嘅墙身咧系有钢筋，系完全唔拆得嘅。